我去大仓。我没啊，打我的。他就在我后面，让他们别先卡。小仓左边那个枪，前方有危险。没了。意外，意外。我操！又输了呀！每次他上去都去背锅，他妈前面那么大优势的记了，无知没输，确实。然后这一批全都在白纸说话，好恶心啊！我真的。这都是啥呀？好多人呀！他开车回来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前方有危险。牛卡，牛卡。没有烟，王炸王炸，行行行，谢谢串上界的扛把子，哎，有药不？你干嘛？打给他人。哦。他搁这站后面。没烟。我帮你打这边。得把这个大小店的干了，来这边走。那你们再拍一个。烟我的底子没得我帮忙。实际上这台架我也可以。行。那你可以扔。OK。回不回啊？要回牛奶，要回你把这个钱。我个屁 ！OK OK， 没有问题。不是，我不是那种在意，就是那种那种在意，它会影响。下楼呢？走走走，接上我。这个瑞子你自己推的。来来来，行。嘟嘟嘟嘟，你们去打吧。我盘子，我。OK OK。我吃饭，我吃吃。他在楼顶上。我今天穿的短袖短裤啊。去打球。让你们走。楼顶上啊，这个。前方有危险。一楼有人。我给你。开车过来给你们晃一下。人机上。没人吧？在一楼里面，我看到一个人了。那个。往楼顶那边。哇，他应该是楼顶那边跳下来的。好像是。这个打到你们的大字，我操！好老六啊，我差点被六死了。学习的时候都很痛苦。大学不应该比高中欢乐吗？不，没有，我一开始也是想象的大学比较欢乐，但是上了之后就发现前方有危险。这顶，一楼一楼。两轮就有人。我跟他小红念的客户。我把小哥拿回来，还有几个人？大到一个，小哥回来了，死了死，没了没了。我点个人听到我跑过不？他死了没有吗？我得上台了，前面里面有好多人，有人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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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我操，又两红大区。哎，这个区啊，又有伤害。这个在一楼杀不掉。到哪了？到哪了？我说那这么一绝不是我的问题啊，牛逼啊这个兄弟，哇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，兄弟三个人坐车你上车就能被炸死了，海泉他妈就是你的问题，我三倒了先救我，妈的三倒还是四倒，他也不知道你，我操，这一会儿回去我把我直播录像剪出来直接发抖音，哎呦我这屁股，我只要说一句不至于吧，你这冲他就能炸死，好像第一把确实是我开过去的，第一把我那个就是旁边那个微我对啊就感觉越来越前面的鼓上有，前面鼓上有，前方有危险，有一个小小武士，有这点啥啥的，哎呀两个人在拼房，我这个 AS 慢打，巨惨，没了吧，救起来了，我帮你，这么多人啊，他还有多，哎妈的绝对啊，这个还刀过去，前方有危险，后面来车，哎我操老子，我操他突然他妈爬起来了，我操老子被吓死了，炸他！他往这里。老妹，你想不说吧？你想不说吧？他自救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也贼心疼啊！你也贼心疼，一个石针儿，一个石针儿。前方有危险。你知道吗？他真是一枪就把我俩给他能卖吗？他能把我俩给他能卖吗？我俩给下面石头，我操你妈，不敢，别这么激动，不敢，不敢，
想到我了，前方有危险。啊等赶紧别走吧，抽八了，七十万两鱼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我没钱。我操，终于吃了。好，到底几只了？对吧？几只？